我重生了，重生在了张掖高台县的一片湖里。这天我遇到了一个叫黄子弘凡的男人，他的出现打破了我原本宁静的生活。来龙哥，三二一走，哇，给他们抖晕抖。螃蟹说不是家人们谁懂啊，哥几个说哎哥们儿都来了，哥几个都齐了。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，我不知所措，他用一种神秘力量阻止了我的逃跑。 No， 回去，腿长了，一个二个你回，你给我回来。Back to me。 我知道我逃不掉了，我决定在转下意识之前再做点什么，于是我用力抓住了黄子弘凡的手。那假我们俩，我啊啊啊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尽全力也伤不到他分毫，在我闭眼之前他的声音还环绕在我的耳畔。哎，你挺会夹呀，我跟你说我这手套防夹你知道吗，防的就是你。再次睁开眼，眼前又是一片陌生的世界，他轻轻地晃着我，试图把我晃晕。我想制止他，努力伸出手抓住了那把大刷子。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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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夹我们啊，我啊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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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哎呀哎呀 OK， 别乱动啊。我又有失败了，黄子弘凡再次用他的神秘力量控制住了我，我放弃挣扎了，看着我身边的兄弟姐妹身体渐渐发红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